是杨东林。
蔡秋凤上红的歌就是一条嘛，啦啦啦啦，你啊金宝银啦，我甲你讲，这条歌若要正经讲起来，头一个唱的应该是我。好有代志。因为这条歌吼，正经阮老师咧写的时阵，也未互别人唱的时阵，我都爱先学啊。是你要你发唱片啊？无啦，我先学啦，伊咧写叫阮唱看卖咧，啊我就唱看卖，所以这条歌也未互秋凤啊唱的时阵。我都先唱过，我跟恁讲。所以今仔日咱发生一个历史的悬案。莫甲别人讲哦，莫共讲，莫共讲。蔡秋凤唱《金包银》进前唱的人是这个苗可丽。我讲的是真实的哦。所以是这个可丽姐先唱，蔡秋凤甲模仿了对哇？是安尼吗？你唔知哦，我跟恁讲，就是因为后来哦，伊唱歌安尼的吼，我都想讲我莫甲伊共款，所以我即马声音都无安尼，所以我即马讲话就较正常一点嘛。安尼好，安尼真好。那我跟你讲吼，你若有我当卖讲个金宝银无啥物遗憾啦。对啊。有在了你用霍元甲的曲来唱金宝银啦。你若有我当用霍元甲，我来变阿你。我先开始。叫你来个。你若我当用霍元甲唱金宝银。霍元甲唱金宝银。你变安怎？我著邀请蔡秋凤来到现场。我歌手出身的，什么歌我袂晓唱。霍元甲唱吗？霍一直霍为金宝银去哦。会啊，我会晓啊。好来，唔相信试看卖。试看卖，来，破声来。